台东马上大雨，台马里的沙仑溪规个重起来，土梅流去三叶道路，甲龙蛇砍掉的，甚至是流去下卡的大洋川。啊，那海端往南环的初来桥附近水崩山，目前往关山甲地上的路拢未通。大水雨落几啊天，沙仑溪规个变甲绿，搁正岔道暗个红台山坡儿继续滚架，雨状况搁较严重。红台继续影响台东，现场一直落大雨，溪的水位嘛是愈来愈悬，而且溪水甲石头搁冲起道路顶悬，影响通行，搁甲龙虾拢好用歹去。今年水较特别大，有时候规拢拢堪面了。大雨灌入溪，土流带石头冲向产业道路，引起水灾土石流。唔呐，破坏龙虾溪水一路向伊下流，各家大东大王村受严重冲击，已经叫防守线改变，也派当地居抢修。我现在就是说，因为怕雨蓄一下，如果那边满出来，就只会冲，直接冲到太麻里市区去了。啊，现在下面的居民就危险了。先暂时先把它堵水，让水回原本的河道。啊，然后先降低我们农田的损害。我头去分几下路，阿爹带二十山继续清理，经过山区规模的大水河，带来大量沙石，向向海端往南海出来桥，要去关山地上路拢未通。以前不会这样，只是一点点走出来，现在太大了，太严重了。看十点的话，可不可以先抢修一个车道，来开放通行？那到今天下午下班前，看可不可以把这里的土沙都全部清理完成？工程单位紧急赶工，第早起十点进前清除简单道路，和山区民众通过。暗过山坡洪台停落了后，会带来大水雨以上雨势，台东都要更加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